大家好，我是一号候选人詹勋成，以下是我的政见发表。每天早上吃完早餐的肚子好饿哦。如果我这样选的话，那么我就会在学校争取增建福利社。老板，我要一个那个，谢谢。天热，水怎么还那么烫啊？如果我当选，那么夏天的时候，我就会在饮水机里提供冰水，好凉快啊！到了同节了，下课怎么还那么短？如果我当选，那么儿童节时，我就会争取上下课大方短。儿童节时下课终于可以下久一点了。教室里的球都软掉了，不然就破掉，哪个时候才有新球可以玩？对嘛，如果我当选，我就会争取在每班教室里增加篮球和躲避球各两颗。耶，有球可以玩了。都毕业旅行了，怎么还是两天一夜？如果我当选，我就会争取学校毕业旅行改成三天两夜。毕业旅行终于改成三天两夜了。厕所怎么都没卫生纸了，什么时候可以放卫生纸？如果我当选的话，那么我就会在厕所里放置卫生纸。耶，终于有卫生纸了。我的政见发表到此结束，请支持一号候选人詹勋成，谢谢大家。